哦，什么选很难。对哦。我的猫咪。看秀，你是好可爱，就你要买这款游戏。看，猫可以自己打扮成这样子，棒啊！那你看这边还可以帮你家的猫咪做，这样子你看，啊，你看，哇，多可爱呀！看，天啊，看这种丑，哪一套？老鸟。哦，那一套真的。为了入坑失败的概念。哎呀，那算了，那套就是类似那种。还在养男人，养猫了啦，天哪，养男人，小丑，他们都喜欢我养男人的。小丑猫，我记得夏威是红色，还是你有调过颜色？送的，做好了，这是什么？这爆锤，这爆锤，也太那个了吧！嗯，还有什么要追？我看他大概就只在取珠子而已。你如果不小心犯错的话，我们会告而已，不用怕。没有告知，直接编人。不用怕。我去八号区。继续我的斩旗身手，是攻大范。发现那个化石鱼啊，它只有300多点的调查数，好少，难找又少。嗯，我今天去找那个黑色的那只什么刚毛小，那只1800，是吗？我忘记了。那只还比较，那只爸爸，我觉得找了4只。天哪，我又被丢在这里了，监狱。来看一下，同个地方欸。哇，没有鱼。然后继续找，找他麻烦。欸，你在这啊？你好，影帝出来啦，我这里在这。哦。哦哟。耳塞多棒！可是，是用想用间歇闪那个啊，不然要怎么闪呢、啊？我没耳塞欸。我说当初配装是因为这里才没有配耳塞啊。哇！红哥，天哪！啊！也留活路的。飞过来了，等他下来，我来杀。
嘣嘣嘣嘣嘣嘣。消失了，真的假的？你还打真的假的？你还打？啊、我这个动作是不能强制取消的，不能强制取消？你不要骗我！真的那招？你少来，我有玩斩击哦。我知道那。然后嘞？明就可那个明就知道一直按。啊，我就是失传到途中才来不及取消啊，然后放出来也不能取消的那种。秒前就讲了，也整整五秒多钟。嗯。有那么久？好，为了你，剪这五秒钟给你。天哪！看一下他讲说他快死了，然后你就讲真的假的，然后还在那边拒绝。那你不是跟上次打金羊那个一样啊？我们上次金羊就是遇到个太刀啊，他说我不能收手，已经睡着了，剑切长就扛住左剑加下去，还说不能收手。啊，对，好想起来。跟我一样，我今天也是，我就点到，我就跑去跟。没有，还是可以继续。哦，他只是先领中途的奖励。哦。お待ちしてました。都蛮硬的，怪太硬是因为我没有做出更好武器敲它。有啊，第一只怪就大熊彩龙啊，哎、欸，好对，好是那个，好打错了，我的呀，我的呀，你的大熊彩龙，出事了。干嘛？没有打熊彩龙，我看到三个字选错，黄眼的。我叫准去拿，就包在这啊，很痛的那一把。又气又难过，然后我
飞起来再叫。哎、欸，拜拜，拜拜，拜。快干！你没带闪光棒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因为我不太会丢那个。会丢这个？你还敢讲？我练呐。我自己打会带啊。哦，跟我们打就不带啊。因为我怕雷到你们哈。打死，打死，没有，他只是跑回去。看他们躲起来就好。有躲起来了，那就是要死。那辅助，辅助啊，不要浪费时间。我有个技能。来的，啊，那就死了。这游戏有太刀或长剑之类的武器可以，有啊，这两个都有。都已经讲太刀了，你会不知道这个游戏有太刀？天哪，你好猛哦！要么也是讲武士刀吧？没有啊，其实也有太刀的说法。其他武刀其实太刀是一个很短的刀吗？小太刀。对，这太刀的意思应该是那种很小的那种类似笔。但其他游戏也不是啊，啊，他就一个武士刀，然后说是太刀的那种概念，好吧，玩起，天哪，打啊，对啊，打刀啦，打刀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打刀，没有打刀，是太刀。嗯，够了，那你还有武器哦。你的苍星武器，太刀。苍星武器怎么太刀？太刀，那把太刀。刚好看而已啊。啊，实际用途就嗯。哎、欸，啊，活动过做不到。对啊。我好像我是在说他效能。